泰山，真是嘞！那安尼，真就想要来去东岳泰山游一下风景。唔上啊，你免着急啊，明星第一，佫真侪通佚佗嘞。无喏，我包伊拢唔爱去，我即马就要来去游泰山。哦，那你甲我扣掉。好，德龙嘛，赶紧落来去。你喜欢看啥？这两个吃了袂歹，袂歹。来姐姐，阿不拿对啊？慢走。实在太独当，竟敢叫伊出家人，恁该当何罪？啊！你这无追究，想要做老大，该干死者！这兵士也实在太无法无天，王庆，你一定要查看因到底是甚么人的手下。好笑。那有要事要办，唔通多管闲事啊！无喏，俗语讲得好，冷冻清干水，木料导人心。因安尼伫遐欺负出家人，我要哪样无管？皇上，你这多管闲事，随时都恐吓会出问题。王文英，我本来以为你有飞天正地本领，原来你只不过是一个藏在深山里的臭娘子。哈哈哈哈哈你是想要安怎样想？哎，哪会当抓到你是大功一件呢？哎，要有那个高脚杰呢？现在人在倒位，紧甲叫出来。听，我就是想。爹娘从门问什么，你赶紧先走。想要走？连走不去了。你这个轻车大人也真糊涂，上方宝剑你唔扎，
竟然娶一个手无百家之力的戆书生。大胆，你也敢侮辱我？快去走，你们看。连环过，这是失传武林真过一下。行。行，你看，你看，下面遐兵书总咧，总是伫咧找无咱。想袂到，咱无意中解救遐出家人，即马颠倒话伊救咱来报答咱啦。对对对，皇上，你就是当官用事啦，要咱就去送性命，咱赶紧来去办正事。哎，无喏。兄啊，你一定要跟我讲，这到底是什么所在？那个兵书是什么人管辖的？你一定要给伊严办。皇上，你唔免着急，咱国务局爷你自然就会明白。明白，你一定要将咱所看、所经验的好好给记起来哈。我知影，我一个好皇上。是伫要找什么呢？皇上，其实我找你来遮。
财，除非将好财破尽。是。好仔，左边靠近娘娘。皇上呢？那边娘娘的话，好仔唔知呀。这道酒菜是不是皇上早年御用的？那边娘娘的话是。不惭愧，皇上早年是跟什么人在饮酒？啊，跟奴才。老大，开始。奴才会变娘娘的话，奴才什么都不知呀。既然你敢唔老实讲，大人啊，来，阿出去当怕你做个大板。啊，好，恁。娘娘留下，娘娘留下，娘娘留下，我就是讲，我就是讲，你不是讲你什么代志都唔知？外边娘娘，那是皇上交代的，讲人啊，什么人问，一问三不知。我只要你若老实讲，有什么代志，哎，家会替你做主啊？是。其实那酒菜是昨暝皇上甲王钦差因两个人饮的，因直接哪饮酒，搁哪想过。原来呢，昨暝唔着皇上甲王钦差味好出油了，是，实在是真好办，又搁误了早调。俺家担心的是，因两个是不是出什么代志？这是什么所在？哪里乌天暗地，果然是地甲同款的。这，啊！王庆啊，那是什么呀？皇上，你免惊，那就是人死去的骨头啊！啊，死人哦！王庆啊，我会惊啊！皇上。神真是罪该万死，皇上，你小家对了这面相，真的臣妾不该，万不该啊！陛下，救出你，分明是救出你！你拢怎么出来？你这无无气的贼党，你今朝何做为为？你在苏家大楼，还真是在骗人啊！皇上。哎呀，皇上，请你较冷静嘞！你唔能落实你身份，落实身份，不但我无法度保全你的活命，咱两个拢爱待遮。哎呀，王卿啊，这件代志你一定真清楚，这是什么所在，什么人掠咱来？你一定爱甲丁讲，一定爱甲丁讲啊！皇上，你冷静啊！Thank you.
既然你也有计划，定就袂搁再为难你。也毋过你一定爱去的，这件代志从头至尾，你也好好甲伊记载。定以后一定查得一清二楚，绝不可能是大宋的命根。神鸟子，王卿啊，讲是讲，定把多说的妖呢，你一定要设法离开这个所在，这样吼、哦，那是加关一天，临时加一天的痛苦。皇上，要设法离开，这单无容易嘞。咱对了这个未熟所在，尤其搁再讲，这个中间还搁是历史啊，若要利用就宝贝。啊，皇上啊，快无，快跌落马失落去啊！你有看无？无啊，再看卖。看呀。这老爹是不是烧着呀？南太子高要气的亲爹，所以大家小心点去，你听见不？咱太平机关虽然厉害，但是太平机关嘛，毕竟老气的怎样，这代志就不堪设。你讲有良心太平啊？有啊，哪里闹这物件？这少爷，你的车，我昨昏去后厝内底暗哦，啊，看到这水水啊，我实在真的无解算。慢慢的，是，太君，咱太平楼有爱严事，那么我对阮老爸是歹交代。是，老总，王处长，王处长，什么代志？你大惊小怪，今朝分甲团信啊，分甲团信。新春天铁中国，近日来，皇上时常有失调之事，杨中堂。皇上乃是微服出巡调查民情，但是老夫的猜测也是无唔对。皇上甲钦差大人王耀，是因为要走找通天关九龙炮，为着要杜绝新北大患，应该赶紧心服素食。希望先生暗中刺杀杨廷，切记切记。帮红兵，那你看起来，王文英是甲宋仁宗斗阵出游，对啊，无可能。他顶回王文英来济南府行刺，身躯边也无半个可疑的人物了。呀，那呢？最近倒有人去串太监啊，这个较无可能。但咱太监的机关是顶顶塌塌的，啊，那可比的鬼门关，来者有路，去者无门啊。那哪呢？通天关九龙炮，对啊，这你搁较会放心。通天关九龙炮，咱肯定会藏在太极楼内底。也唔过为着安全的起见，咱今日个藏在遮，明仔载个藏在遐，随时个换所在，互因去找无嘛。嗯，前后前后。您这多少？我们两兄弟离开济南府，可能要离在深山内底。要哪呢？你有亲眼看到无？伊的身躯边敢有甲什么人斗阵？无嘞，身边只带着一个手无白鸡自来的王书生。王书生，那生出什么款？身着真清秀，方面大腻，真有一个读书人的气质。对人马，分路布下天罗地网，将伊抓起来。是。微微
八千岁。年龄。皇上这几天拢无上吊，加上通天关九龙跑不得失路，晋江的安全都问题了。变八千岁，因为杨老师拢去查过，安全的问题是无虾米哦。皇兄，你是皇上最亲近的人，皇上的动态跟什么人来往，你应该真清楚才对。